可以。哇，我们这边躲一下好了。来，你先穿着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你先擦吧。头发帮你，来，谢谢谢谢，这好就是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，球轨好了，刚才哈，来，我们先来嘿，来，初六炸鱼，现在就跟我来了，没早没有啊，就来看有什么可以帮忙。这么好，爸爸，我们去海边玩好不好？妈妈在忙哎，先等叔叔一下，先帮妈妈忙，我就带你去好不好？啊，等我啊。妈妈，嗯，我的运动衣没洗，今天运动课要穿。我忘了，你今天先穿脏的好吗？妈，先帮客人弄早餐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男生穿脏脏的衣服才帅啊。嗯，我去上课了。喂，老师，是小泽没有去上课？不可能啊。怎么办？你先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我想要怎么办？好，别急别急。小泽，你为什么不去上课？你怎么不去上课啊？妈妈每天都很忙。我不去上课，他也不在乎啊。王旭月小姐挂号。雨婷哎，走喽！啊，等一下。好。我以后会更努力，不会再让你遇了。什么啊？走了啦。这玻璃的二十年啊，你辛苦，谢谢你。你真有钱吼，你到底来西客？我都逐天欠来啊，我若无玻璃，你两个八十岁。好啦，到下一日。谁放心上？谁叫你是我的
日常。王轩小姐挂号。你来啦，谢谢，那我先去忙喽。来，我要看一下。我想要你跟我小泽，我们三个可以成为一家人，让我当小泽的爸爸好不好？日常因你而独一无二，我们最好闪耀不凡的幸福。 Alex 亚丽丝。